高中华新闻，鹿港信用合作社庆祝八十周年，举办爱心关怀活动。现场民众踊跃参与，除了会当关怀助人以外，也阁会当领取这小礼物以及毛彩。合作社嘛希望哦，借此抛砖引玉，呼吁更加侪单位共同来从事这项公益的活动。医护人员今天正伫咧民众的手骨顶端抹上红药水消毒，浸红色的血液为手骨一直抽出来，关怀一块救人一命。真侪民众是来响应这个爱心活动。三个月一到，我就来参加伊落这个活动。啊，这个关怀吼活动就是咱平常时咱甲咱一个迄落新陈代谢啊有法度对伊落关怀会个对大家有项帮助，这是真好个活动。啊真好啊！安怎讲？啊，我就感觉对身体方面小可有帮助。啊，我嘛关几啊十年了啊。可以救人啊，啊，还可以帮助自己血液循环好啊。旧个外孙，旧个外孙，一定也袂歹个啊！我关心死死我十遍啊！鹿港信用合作社创下八十周年庆，举办一系列的公益活动，头一场就是关怀做爱心，现场嘛准备真侪丰富的奖品，要来送予关怀乡亲。因为八十周年庆典，来举办这关怀活动，来予需要的人，来用，咱合作社，是一个民间组织，咱。对这样的吼，真正关心啊，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啊，咱今仔日这关怀活动有准备一丰富的这无产品啊，我希望讲啊，今仔关怀会使让大家共享盛举。其实关怀不但会当帮助伤患挽救性命，阁会当促进身体的新陈代谢，对健康真好。阁较重要的是，关怀一块不只是救人一命，是救几啊个人的性命。大中华新闻林桂英鹿港采访报道。